自己浪的你手机敢浪手手浪吗你找给西子梦总裁你告诉你说你找好浪中浪铃不省广西在这里说像二次狗去呢老姑莫认着讲菜那了在中朝我融融够贴了门头给本事的了都看我了蝴蝶才艺表演老爷 talent show 要领导要的热闹还有保命去给本事让得被讲菜够做我是李亚给红够神节还可惜那都被蒙说得说可惜我被蒙要的啥啥错让我这老爷一切让知道哪里我是来自客城乡的苗族姑娘，我叫杨梅。接下来为大家表演的是我们苗族的原生态歌曲《北斗》。姐给龙美女，手给干龙松手了吗？
杨雪，你有的喵，你有阿吉吉姆大芭蕉，你有。因为柳州市广西科技大学的附属院和护士都能一步一马台不谋离搭，为你五祝马老高，希望马老大请安。尊敬的各位来宾，各位观众，大家过年好。我是13号参赛选手杨雪，我是树苗，出生于蛇场乡马场村大坝屯，我是柳州市广西科技大学第一附属院的一名护士。今天我穿上母亲亲自绣的树苗服装，为大家献上舞蹈《竹林深处》，希望大家喜欢。你们放在楼上，应该有吧。谢谢。
萝卜汤。应答品味，应答嘉宾，舅舅脑战高导游，郭永翠言，郭朋友，到我也做令姐度，何必？因为我本身跟的是本身苗族联谊会未排参加的哦，苗族金花比赛，很荣幸，2013年过程参与了那个的我苗族那个民间神话故事花仙的拍摄，过瑶花仙的女主角，接着了机会呢。最精彩的片段，我叫舅妈来。家。
就叫用过腰靠龙洞那条大地一头断吹过腰描花比好新手过笔花养美丽痛啊感冒然后过就喝一瓶狗看你就叫用用来哟文山州，我们的村